玄武嘴硬，我和木村翔有过协商，他同意我用摔法。上周六在武汉上演的拳坛闹剧再度震撼格斗圈。在一场本应是拳击规则的比赛中，一名叫做玄武的选手在比赛中居然使用拳击比赛严禁的抱摔，导致他的对手 WBO 银量级前拳王木村翔大头朝下重重摔倒在地，险些受伤。赛后外界质疑玄武不讲武德，竟然用非拳击规则去打体重，轻了近20公斤的木村翔。不过玄武本人却对此辩解，玄武称对方是拳王，如果用拳击规则比赛，他肯定赢不了日本选手。经过协商，对方同意玄武在比赛中使用摔法，但不能用腿。